追究警暴，捍衛人權，唔關事，呢條路我哋行啊！追究警暴 ，Fight for freedom，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Uyghur，Stand with Uyghur，Stand with Hong Kong，Stand with Hong Kong。成立調查委員會。我要真普選。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釋放所有維權律師。釋放所有維權律師。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Five demands.Thank you.
總之就好多人啦。咁我相信同區議會選舉之後嗰個情況都一樣啦，因為區議會選舉有300萬人出嚟投票嘛。咁投咗泛民嘅，大家都知道有70%啦。咁即係50%+啊，57%+啦，應該係。咁即係話170萬到投咗泛民嘅啦。咁我諗如果當中有100萬人出嚟，呢個一啲都唔奇怪咯，我覺得係。我相信是因為那個最近的形勢發展，大家都覺得很鼓舞，包括是區議會選舉的大勝，建制派大敗，還有可能這個 Donald Trump 總統簽署了這個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亦都在美國、在加拿大、在英國、澳洲都討論國會討論制裁香港的官員，我相信令到大家更加有一個的希望，覺得將來是會爭取到我們的五大訴求。我相信任何一次的遊行人數只要夠多，對政府來說都有一定的壓力，特別是經過了半年來的警察的暴力，而到現在香港人仍然一往無前地走上街頭，我覺得這個是最大最大的一個訊息，給國際社會的訊息，不是給香港政府，是由國際政府再向國際社會再向中共和香港施壓。
五大訴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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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服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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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服香港。
慢慢退後啊！他自己都講話會盡量同呢個民陣去溝通嘅，警方高層都係咁講。點解不反對通知書嘅時間係未過？然之後警方係冇通知主辦單位之下，就各方面包圍，唔俾市民離開啊！完全冇任何嘅解釋。然之後喺度恐嚇市民，佢舉藍旗，然後冇人做過任何嘢。如果有人做過任何嘢，點解要退後啊？佢直接拉人啊嘛！乜都冇做過，喺度恐嚇，然後我俾翻個不反對通知書去睇下，咁即係做乜？好，唔該曬，唔該曬，喂。We're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front lines of a global battle between communism and freedom. And who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冇任何裝備嘅狐狸飛進一個一個喺獅子之前行過，咁希望大家狐狸飛嘅朋友請盡快加，希望大家開玩溝通，全出全力。To leave pedestry first。今日遊行參與人數大約有800,000人。We have 800,000 people joining our rally today。我依家喺度呼籲所有參與民陣遊行嘅人士，盡快離開我哋遊行嘅路線。我依家喺度會疏散我哋遊行路線，同埋會做訪問。